我警告你，以后唔好再卖鸦片俾娜娜。系佢要我卖俾佢嘅，你要管嘅系佢。你呢一次打佢，我唔同你计较。如果再有下一次，我一定会同你计清楚。等阵，本系还清，但利息咧，再放低500蚊先走啦。钱我唔会再俾噶啦，人我一定会带走。我都想睇下，你可以对我哋点样？唔俾钱就唔准走，捉住佢哋。你整烂咗我啲嘢啊！拉开！翻差管子讲，行。